玉，公子，就算知道少城主烫伤了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呀。哎，站住！韩硕，公子，什么事？ 韩硕，公子，黑恒，你意图拐走我夫人这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怎么现在自己送上门来？我当初就不应该把钱让给你，你从来就没有好好珍惜过她，如今还百般折磨她，你于心何忍？ 我不就是让他做了点家务吗？这叫折腾！你们花园女人未免也太娇气了。芊芊那是金枝玉叶，她哪会做这些？哼，她都烫伤了，你却丝毫都不担心？烫伤了？你怎么知道芊芊烫伤的事？我今日一定要带走芊芊。你如何带她走？ 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生命煮熟饭？你禽兽啊！手术伤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裴恒都比我先知道。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根本都不在乎。再说，又不是我跟裴恒说。疼吗？ 还好服过药了，休息吧。你不用留我一个人吗？我让子睿过来守夜。你别背我。你怎么不问我喜欢睡床上还是地上了？ 今天的月亮，跟你第一次在我房间留宿的时候一样圆。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也是在骗我就好了。 Fuck.